两点整，我们这个司法会正式开始，请鼓掌。我们今天主持人呢是消基会博士的夫人蔡秋夏老师，也是我们驻外嘉宾。美丽的主持人，好，现在主持棒交给您，好，请开始。今天是我们想莫去哈。就好几个我们附近的的乡亲们哈，包括我们的布袋镇的镇长都还来了哈，所以这样的阵容呢，让我们觉得说这个家族这个家庭啊实在是很大。那今天我们的活动就要正式的开始哈。那因为有许多我们的乡亲我们的老先生们呢可能会认得，所以我要请我们两位，我说老先生哈。因为他们都是84、83岁了哈，请他们来为各位乡亲彼此介绍一下乡亲的乡亲啊。那先请黄老师、吉川老师好不好？你来介绍您这边认识的。张老师有他认识的好朋友长官，还有肖局长也有他的亲友好友的长官，由他们两个人来介绍啊，开始介绍这边。你听到我给他介绍，因为我头发拢白，我要讲名，我讲不出来。平时足够的便利哦，不是了叫名，朋友，你知是什么？他是不是？有一日我咧想，名叫什么？所以讲我一一的介绍，我无法度，真正无法度，对不起。我本来是讲镇长啊，校长啊，各位长官啊，我足欢喜，今仔足闹热的，我所办的各长三会，今仔全来。我就是因为大家来搞捧场，有外口的好嘢一齐，好处一齐，所以我简单欢迎各位。来跟我捧场，谢谢啊！我拜托讲，阮大个甲你讲，我等下先叫伊大个，结果我来按摩什么所在哦，我来叫伊局长。小机会先生，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。小陈吼，80岁来向我提一支吼，我祝80岁以上的吼，拢有福气哈。80岁哈，来向我提一支吼啊！啊，这80岁我所看见这个，这是刘德福秀呢，咱部队里的刘德第一名，我第二名。哈，伊当军时吼，伊四段，我是三段呢。家己官员代表部队拢，阮两个提分数的呢。今仔阮的部队进场来，甲阮拍鼓啊嘞！现在提一张哈，福哈，四大人老弟的吼，完了送伊一张，送到安怎？今日消局无是消局退休，伫家己文化局展览。阮个当初个部队人拄着我讲，贵妃啊，你着写字呐，做咱家乡展览。过两年吼，要去歹势，你是安怎呢？蔡清忠，我个好朋友，怎啊伊伫部队海巡署呢？住伊个房间厅，伊迄阵迄个中队长甲清忠去我个厝讲，伊将房间厅遐拢整理好，搁吊高拢，你爱做咱展览。我部队人哦来甲我请，我部队人无对，你敢会晓去卡面店，面倒来家乡店？好啦，倒来。所以海巡署2009年，我就做部队海巡署展览。但我讲，我看捌你国民学校遐吼，伫高雄的吼，萧炳忠、萧五良、台北的蔡医师，这同班的吼，拢朝着做天气哦。
啊，即卖耳仔那那足足像的，唔知伊咧老公，你都爱搁出来点人。所以我就问阮这老弟讲，啊，你破处多些，布地无张锁窗点人，爱出来美玲。当其时美玲的迄落基金会会长萧天赞，我哪有一张相来，真收起来。我就出来这表演咧，用双手写，这是出来美玲。咱的家乡这大城市啊，盖大字，就是都安那写，安那直接唔使你摇，啊直接写我袂记一啦。安那老人拄啊讲，老人啊太袂记一啦。起码来，讲好，答应要出来。我昨下含两个吼，昨下来办公厅，我当时要出来点，就是今天呢，何时何日，日头车好不落雨，无那压着到这个人员来。哦，啊，谢谢大家来捧场啦！哦，谢谢啦。谢谢小姐吼，这有钱啊！我两头一两百，我上量的啦，爱两百减一倍。啊，我两公里咧，我出两百的，大百、细百拢来一只啦。啊，所谓人情，迄个不标准吼，伊阵错按做定，不分真哩。错按做去，就去，阮两个拢有见过。伫阮的庙前修，阮两个就写一对对联的。啊，过来，咱新娘黄医师因的家乡一间庙呢，哦，伊就请阮去食饭，甲何教授去食饭呢。伊就讲，这就是恁小弟啊，萧老师萧吉川写的。所以写一对我无啥猜啦，我知影两间庙。啊，我伫这台湾区吼。写到一百间的庙，干那高雄就写十多间。迄阵高雄市哦，高雄阮家家里有十五间寺啊。其中，阮那个冠道的建林是对啊，啊不坏。建林呢？啊建林伫遐啦，伫玉山宝光县城挂起点了，嘛写真多。是袂用伫遐啦。电脑会去你啊，熬过熬翻过啊！电脑，我是要叫职工啊。伊就我讲，啊，阮老爸，阮老爸好叫伊，阮老爸今日三岁，伊讲，伊是他们叫我爸。后来吼，想着只歹事，相，你咧相怪啊，西下咧写，伊就看到一千六百五十年东桥一山。草草的草，该往外边，哦，按个个土地，长草，长草，长草与鬼钱啊，将手会赚一千万，倒手会赚一千万。啊，老师看半天，看到我，啊，那说咱中华啊，咱中华五千年，那是个鬼钱啊呀，哇！为何呢？啊，这写一个人呢？啊，伊本身也有天才，我报一下。这个刘元，胡林元，哦，刘元来，看破啊，这。这边，这第二个，李老师，李洪奇老师，伊甲苏元同两班的，同两班好汉站出来。就摕着特殊鼻炎的破了花瓣大学特殊的时间，因两个拍破板，两单摕着特殊的，是他的当下的错关键，所以呢，他就错关键，他叫辅助啊，属于就是讲来叫辅助。啊，先生呢，你叫我大师呢，我是一个人前我就摕着前。书法的画作，一直第三个。阿廖，咱水平总好，比伊来海军，海军伊个，伊遐参加着，参加海军的大运动的时阵，伊上个是不是一些娃娃，贵妇来送呢？阿廖来个到处。
所以我五月五日，五月
五月二日啦吼，啊，过三天就五月当时啊。你是啦。五月二是我生日啦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。用左手来运笔的时候呢，其实他的脑袋都被
写字变不是每一画每一笔都能达到一百分啊，但是哦，我的用心哦，那个像这一张纸的布局有一点失败，尤其在现场挥毫，并不是每一次都很好，所以有一点失败。天比较宽一点，地比较小，这是我一个缺点。再来，所留的空白也要注意，两支笔像这个水滴下去就错误有缺点。再来，不止一个字一个字的，就是眼力以及身力啊，都要注意到这张。左手，哦，他准备，哎，这手两只笔一起的。